今天是5月15号哈，现在我们在三峡横溪。那三峡横溪哈，我最近才开始又回复介绍，所以有一些跟着影片去钓鱼的人可能不知道上面有峰溪。然后三峡横溪的峰溪范围是溪中简易自来水抽水站上游各支流，可是这个简易抽水站呢，在哪里呢？有很多种说法，既然是简易嘛，那就是很小一个，所以大家的认知就是在还要在更上游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抽水站，可是它又没有牌子写是溪东，它是写简易自来水抽水站，但是它现在你看这个牌子哦，这牌子是新的哦，这牌子是新的，但是它坐在那个我们所认知的简易抽水站的下游，等于说呢，等于说在过城福路没多久就可以看到这个牌子，但是这个牌子是新做的，所以它的风溪范围是很模糊的啦，所以大概我们钓的话就是钓等一下要去的那个城福路六巷那个疗养院那里，以上就尽量不要钓了哦，因为它这个界限不是以桥为界限，是以简易抽水站，那这个界限很模糊，也没有人知道正确位置到底是真的在哪里，所以他既然牌子新的牌子立在这个之前，那后面就不要再去钓了哦。可是这边还是有人钓，刚刚还是有人去下去钓，所以说这是很模糊的啦啊，但我们不用冒这个险，鱼钓个鱼也没什么，对不对？拔得那么重干嘛，干嘛跑到那么上面去钓？哦，好啦，大家注意一下吧。哦，先这样咯。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横溪恩主公护理之家哈，这里就是城福路六巷下来这个桥，所以我刚刚讲说那个牌子是坐在那上面没多久，没多远。所以我们钓的话大概就是这上面一点点附近就好了，不要再下来，就是从这里下来了、哦、那个马路边那里上去的下切点就不要下去了，因为那个它已经有插牌子了、哦、那大概就是从城福路六巷那个护理之家那边下来，然后到恩主公医院这边。今天有人在钓了，水还是蛮大的，等了故意等了退两天的水来，水还是比预期的还要大。我们看到那里都是无锅鱼，横溪就是我这个一年半年没来钓，就是因为去年开始横溪的无锅鱼大量暴增，搞得那个大麦虫哦丢下去都被无锅鱼吃了啊，石斑是没有比较少，可是无锅鱼变多了，就是钓到一堆无锅鱼，那无锅鱼横溪的无锅鱼水质又不好又不能吃，然后你又要杀它又不忍心，又把它放回去，就变这样，所以这一年半年比较少来钓，那现在大概比较梅雨季节的话，比较有水量的话，横溪水比较没那么脏，就会来钓。好、哦，那、啊、我们看看下一个，下一个今天已经有人来钓了，我可能今天会去后面那边吧，或是钓这两段，等一下看看。好了，那等一下就开始钓了。那下切点就在桥的那边过来这里。好，啊，我上次说的那两颗虎头蜂窝现在都还在哦，所以在这边如果在接近桥下钓鱼的话，要小心一点。那我们等一下会走
这里去后面，没有走西去下去，直接走岸边。好，好了，走吧。哇，这里很久没来，都没有路了哎，都改变了。等一下我们还要再下去，等一下下面再拍好了。结果现在走下来发现哦，太夸张了，那个草长到都没有路了，联合道都堵住，以前这边都没有草，现在全部都是草，连路都没有。这太久没人来了，是不是？连外劳都不来抓乌龟鱼了，哦，全部都变没有路了。那等一下我们还是要从这边走下去哦，因为钓石斑的位置要在后面一点。好啦，先这样啦。现在走到下面来哦，水还是很大，所以我以为退了两天会比较刚好，可是水还是算蛮大的。但是最主要的是都长草了，都没有路了，也没有岸边可以放包包，一样要堆了一点石头放在草边才可以。这以前都没有草的，整片都可以看到上游，现在全部都是草，还有一段还变深了，差点过不来。下游这里以前我常来钓，大家以前看我影片应该都知道，不过地形都变了啦，因为草长一直往这边长，一直往，所以河道都缩减了，然后看起来是好像主河道变到这边来了。以前主河道有一年是在这边啊，不过反正等一下钓钓看啦。水是虽然大，可是看起来还不错，钓钓看看鱼有没有减少。好了，等一下再拍啊。那来横溪就是钓大麦虫啊，没有意外。好，倒一点出来，把其他的再冰回去。这样啦，那等一下我们就开始了。好了，现在钓到下面来哈，今天实在不怎么吃了，反正横溪以前就是这样，有时候都不吃，然后开始吃了就走到哪里都会吃。那今天是没有什么吃啊，就都是小溪哥都随便丢随便放了，没什么。等一下我们可能去上面看看吧，下面就不再下去了。好，我们现在走到上面来了哈，下面都是溪哥小只的，现在走到上面来。那它这边呢，一样都是草，都长得大概有一两楼这么高了，然后整排的，所以他把那个左边的河道和右边的河道全部都阻隔掉了，剩下头尾才可以过去。以前都是没有，都是石头，可以任意走来走去。那现在就是你钓这一条，中间你过不去，实在是钓起来是很麻烦。好了，先钓钓看吧。哇哇哇哇哇哇
啊。哦，靠腰。哇塞，啊，完蛋了，完蛋了。拜哟。来喽，哦哦哦哦，哇，完美。哦哦哦，好妖。来了，来了，
来了。嗯，靠腰，阿干。现在这边是左边的河道，左边的河道就比较小，所以鱼大概都在右边那一边的，不过这边也有啊。那如果正常水量，这边水应该很浅，应该没有垂钓价值了，所以应该是以右边为主。现在是下午3点多，因为这个草长太多，钓起来很麻烦，连包包也没地方放，不想钓了，早点收一收。今天有人蛮大只的。